像每天这样接触一对一，然后其实这种教学它是有好有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没错。那你可以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好跟坏。哦，好的，就是一开始以为一对一教学也许是最轻松的一种教学，可是没想到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，对，因为呢，就是他没有一个同学来做比较，比较的那种效能，比如说写作业，这个比较认真，他就有比较，对，或者是行为表现，这个人扫地，他扫的比较好，不好。然后玉云扫的比较好，这样也可以比较，对哦，对，那比较亲近，对对对，那他一个人就比较用感觉，要自己去感觉，竞争感就对，就没有了。老师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个桌子有点怪怪的，就是这边下面是很空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有点日式的，就是用色布盖住那个，有什么作用吗？这个啊，这本来跟它长得一模一样啊，这是一个可以升起来的一个桌子，像日式的那种结构啦。这个嘞是我们班小朋友他自己盖了一个房间，哇，这好厉害！他们这个年纪都很喜欢自己盖房间，要自己锁进去，对对对。那他睡上面秘密基地啊？上面啊。他睡里面，睡里面啊，里面什么都有。哇，他很喜欢跑进去，对，他的哇，对，好特别哦，有数码糖哦。那我也可能进去一下吧。啊，难是吧？你笑了，他笑了，一个笑，他笑了，他笑了。经过一番的努力之后，小女孩终于展开笑容了。脑里跑的战士们，继续完成任务吧！出来了，我拍，拉开里面好了，大家都哭好了，走开呀！你不要拿那种脏手来，走开！好啊，我让他笑，你们该嫌弃我了。玉林来，玉林来。午休啊，我叫他出来睡，我说里面好热啊，不要啊，在他喜欢有自己的空间，对，就对，有种安全感，小朋友就喜欢这样玩。可是我觉得这有缺点，就是可能只能住到三楼。看来这个神秘的空间似乎藏着不少小女孩的秘密呢。而在了解小女孩的烦恼之后，战士们决定今天好好的当一天的同学，陪小女孩上课了，让她体会团体生活的乐趣，解决她长久以来孤单的烦恼，也借由这个机会打开她的心房，让她试着与人接触。而看到老师上课的模样，战士们也突然兴起了当老师的念头，想要好好的来一堂国文课。现在来看看他们教课的模样吧。听完老师上课了，以后我们要当老师哦，先派出我们最厉害的孔夫子阿德老师。是，老师在教你坐三经，没错，现在就教你国文最基础的。来，同学来，有完全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再念一次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答对了，我们就送你奖品哦。奖品，奖品，好的，好不好？那我念一次，跟我念一次，好不好？来念，后面的加油，那我们再一个，妈，哥，不会，来，现在我不念，这个怎么念？这个怎么念？但是我看你教国文课的教学重点应该不是要提升中文程度，而是要结合教育娱乐吧。看小女孩笑得这么开心，你的国文课也算是有效果了。
而今天任务在经过一波三折之后，也算是为小女孩留下愉快的回忆了。任务总算是达成喽！来，我们数一二三，念一次哦，一二三。兄弟，好，他们俩像不像？兄弟，他们俩很像。啊、打事情骂失败了，可以握手，刚刚握手，刚刚握手，好感人哦，真的想要哭了，感觉。可以跟我握手，其实就真的握手吗？可以你吗？哦，哇，你要跟撞到头去？他不要，不要跟你啦，你喜欢握手好不好？走过去跟你握。我不要吵他，错吧？耶！可以跳皮吗？耶！那我跟你握手。看来小杰战士似乎不是很得小女孩的好感呢，要不要留下来陪她几天？让我握手吧。一直打。耶！没有，太多了，跟我握手不点。最开心的，对的吗？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任务成功，大家不会无聊，真的很开心啊！哎，玉玲，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好，今天我们算是圆满成功。我发现我们还没拿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星空传媒啊！我们都忘记要找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了。哪里是星空传媒啊？你知道在哪里吗？星空传媒哦，这东西我是没听过啊。不过呢。酸梅倒是有一颗啊，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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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他就是我没有蓝电，虽然他味道是不是我们星空传媒？哎，你不能这样，那我蓝尿，啊，装满了蓝尿哎，啊，你这样怎么办？完了，继续，我们只剩一颗的星空传媒，好的那，哦，没问题啊，这个很多，还有一包，星空传媒就是这个，当一直在手上啊。哇，星空传媒还对你，没想到我吃了一下子还是不够，不够，还是要接我这次先拿一点，然后那么多再去寻找。对，我要把这些库存起来。地球上这个东西还在各地吗？各地都有。哦，好，我们要继续都有。我们要讲，要拿起购置，去寻找星空传媒。没错，那今天任务就圆满达成了，可以啊。老里派的六位战士最后终于找到这位需要帮助的小女孩，并且完成陪伴她读书的任务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她可以敞开她的心胸，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哦。而今天老里派的六位战士在经过千辛万苦之后，不但完成了任务，还找到所需的宇宙燃料星空传媒，任务相当成功。